红烧肉。耶，太香了。
美味来了。嗯，哎妈，太鲜了。正确吃法啊，先喝汤，抠个小眼儿。哎呀，鲜呐！这个好多人不敢吃，但是呢，一吃就会爱上它啊，老鲜亮了。还会给大家送点这个小蘸料，或者煎一煎更香。嗯。真鲜，到家加热一下就行啊，蒸一下，这个小汤一定要喝。瞅瞅，哎，嗯，妈绝了。这是真好吃啊，瞅瞅，再来点小蘸料。嗯，对，嗯，口感特别嫩，不噎人。嗯，煎一煎更好吃，特别香。嗯。